个是行军床，他们是要在。喂、欸，你们也是来夜宿的吗？你为什么这么早来？哦，现在是早是不是？太早了。哎、欸，现在到那个。你们的道具也太齐全了吧？电视专业的能用哦。所以这个是要哎、欸，我看到有床，那是床对不对？我怎么会有怎么躺椅？荧幕是怎么回事？等一下怕大家看不到，没有没有荧幕可以给你。真的假的啦？对啊，直播的时候就直接。那这个嘞，这个脚架。脚架啊。那是脚架，专业脚架。脚架，我们有桌子啊，就怕你们不稳，我们搬桌那个。哦，好啊，那你什么时候会架好？我期待。哈哈哈哈哈。谁要弄？谁要弄？公园的阿妮，你问他。阿妮。哇。大家都来了，哇！我看到行李箱，觉得。多耶。姐姐，你这行李箱是什么意思？来了，倾诉铃声，就是怕没位置，所以我们中午就连那个睡袋什么都带着来了。所以你这个是睡袋，你没有要去睡垫这边啊？我们就是准备在这边打地铺了。哇，你是中午十二点来？中午我们中午就坐着来，两点多。两点多，然后就一直在这边。哎呀，我就看他那边一直晃，一直晃。我想说这个是应该了解。吃过饭了吗？吃了。从南部来还是中部？中部大甲日南那边，大甲日南，对，你们也不算太远嘛，这么拼干嘛呢？这么拼干嘛呢？啊？哎，那明天怎么排队啊？还完全都不知道，就是要等。他们是说这边都会清场。嗯，只是说到时候可能还是要谁，就是稍微排一下嘛，对不对？哇，从下午两点就到这边，其实。我还不算最早，大家都比我还要早，这个惭愧。他们真的要睡在公园，挤爆是一定会挤爆的，只是看是挤多爆而已。那我觉得依照这个，越多人当然越好，因为这次的善良为光的这个见面会呢，像人来的越多，更能够响应这一次韩市长以善良、以这个关怀、关爱、渺小希望的微光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来当做他就是真的是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第一次的这样子这么大的见面会。韩总今天就说啦，各位好朋友，期待明天与你们相见，要注意保暖哦，我们明天见。这是我的另外一只手机，按赞。然后还有这个哦，这是韩总去玩那个高空弹跳，他真的很猛哎、欸，而且他是怎么样做到已经掉下来还可以维持这个姿势？我跟你讲，我比他年轻哦，我完全不敢碰这个，很厉害。我一个年轻人真的是输了他，你看，超厉害的，就是韩总那时候在国外的高空。弹跳，哎，他好像不是弹跳，他就是算是高空坠落吗？不是，他因为他不算弹跳吧，他不是那个有电子的那个从高空一跃而下。啊，对，我要帮大家看一下明天的这个入场须知哈。1月2号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露天音乐台，地址是大安区新生南路2段1号。然后啊，这个在这边看喽，哦，12点整开始发放抽奖券及座位号码牌，凭韩先生来敲门书籍可领取抽奖券，一本书可兑换一张抽奖券，两本可兑换两张，以此类推。2点开放入场，现场请配合工作人员指引入场一例活动进行，是基于安全考量，且场区座位有限，座位区仅开放至多700人，凭座位号码牌入座。会场外围为这个草皮区，可自由参加，不在此限。5未符合防疫规范及维护环境整洁，场内禁止饮食，只能喝水。啊，当天禁止从事商业活动，所以现场买不到书哦。各位好朋友可以事先上网或到实体通路订购。势必还有很多团队，哎、我知道。反正至少他们第一时间会在现场。而且车队会，那问专业，当初要叫带车队，我都不要。
把这种地方带车队你会疯掉，叫我带车队。这边车又骑不进来。这次见面，这次是见面会，你带一大堆车队来没有意义啊，就是穿着朴素的衣服，你不要带什么大旗，你就是一个所谓的看一个新书见面会的一个作者，也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因为你会把光芒盖掉。明天的主要的光芒是那十二位做公益的菩萨，十位，明天来十位，的那个的爱心啊，一来吗？每个都举韩总的旗子，你到底是做公益还是在做韩总那种？不行，这样观念很好，所以一定要穿便服了。食物本书哦，所以你拖行李箱是那个行那个书很重，很重。啊你从高雄怎么来？我当然是坐夜车啊。是客运吗？我是坐四小时的车就对了。阿姨叫我偷偷看她的行李箱，我来偷偷看，食物本。有没有？有，等一下，很重。你这是买菜车那种吧？对啊，是买菜车。哦，所以朋友有买，然后请你来代牌，但是没有签名哦，没有，知道，对啊，没有办法签，没办法签，我怎么不了解？对啊，都知道，韩，你怎么可能签？那么多人，对，签名会签到50间哦，嗨，签名签到50间，之前的那些造势什么，你都有全圈身跑，哦，连台北的那个凯道啊，还有那个三重那里啊，都到。全部都到，每一场都到。哦，那你是近期是第一次跑吗？还是你之前一些秋豆那些你有出来？秋豆我也有出来，都有来、啊。哦，都有参与。前几天那个就上个礼拜那个也是在凯道啊，我有来、啊。那你是高雄人？高雄前进。前进那边是、前进小港那一区。对对对，我知道。现在还好吗？高雄那边？你们内区的状况，哎呦，怎么讲？其实讲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啊，现在这种社会，你要依靠任何人都不太敢保证，不敢保证，对，所以不用怎么讲，就是讲一句比较伤心的话，顺其自然了。那我就想好奇，那你怎么当初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可以跟着韩市长？哦，我觉得这个是缘分跟我个人的理念。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哦。他再怎么做，我都认为他是很坚强的一个人。对，真的坚强勇气。他受太多委屈。我们一路跟来。我不能说我很了解啦。可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只有一句话，他是做真的。他欺负他的人，啊，老天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哦，对。我只有这样讲。会啊，我们都相信。说真的。现在这种社会太可怕。你以前会你目前会这么看吗？嗯。看高雄是什么样子嘛？听说很惨啊，听说。哦，真的太可怕了。对啊，我们线上也很多高雄人、哦，真的是，很伤心，很伤心。我觉得我觉得这次韩市长出来的那种善的能量哦，善良为光，对，又给大家一点温暖。他根本就没有说，人家都在猜测啊，他出来怎么样的？那些人都是小人之心啊。